这个姐姐，你在挖什么东西？这个，这是树根吗？啊？哦，你现在在画一个山耶，是富士山吗？还是一二三？画一个气球吗？这个是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再画一个树叶。哇，这个树叶长这样。你的树根我拔起来了。你看，哇，这是什么形状？哦，这个是投篮吗？好像火车的铁轨哦。你再画一个超级大香菇，对不对？超级大的香菇。宇宙无极，超级大，霹雳大。哎呀，你要小心哦，姐姐在那里画画，你不要踩到她的哦。这是她在睡觉的地方，这个是她的屁股，然后在这个是她的屁股，然后这个是她的椅子破掉坐到袋里面。是啊，那我可以在这里端一端一端。哇，好大的狗狗来找你玩的，哦。你又开始在挖这个山洞了。